回去来敷脸吧，跟小朋友一样红嫩嫩的。我有吗？小朋友也是红的啊，被冻伤。我以为是这一句。不知道是我早上有恶补涂了一下乳液，肩脚没有那么不舒服。有。我这边也是，我膝盖上涂的时候揉揉揉，就觉得脚真的会痛。的，但是他鞋子脱不掉。没有啊，他没有往下脱。不是啊，他已经，他已经踩平了，但他鞋子脱不掉。要啊？对啊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掉。哎呦，他脚被扭到。我让他撑住啊。扣子已经停了，不知道为什么卡住，是结冰的，不知道又卡住了。踢一下，你踢得很粗暴，我怕你弄到人家受伤。不会啊，不会。顶好像不是好吃啊，顶啊，什么顶？这样的话骂的不是顶你老母吗？是吗？我不知道耶。所以我刚刚要顶一下，然后用错词，应该要撑一下这样。哦，随便了，他知道你的意思啊。你家是香港人啊？一开始不知道啊，但是。我们在那边几个听啊，说他那个坏事，所以他就也讲一句话，啊，这样他讲了，我们才会帮他，听不懂就默默走了。你右脚过来。下楼梯很烦欸。
长圣诞节火大，没错，好火大的，就是走很多路啊。我宁愿走平的，总会觉得好多人，感觉是也是一团吗？应该是一个一个教练带着一个，我是在这。要不要直接试中间这道就好，不要试左边那道。左边已经不能。中间那道。啊、不，左边本来就没有压了。对啊，所以。中间这道，好，试试看，看多少。不是啊，这样就过不去那个缆车了。这道也过得去啊。过不去。过不去。那就两次了。杰说，小朋友还是很想来新野。应该是说，他们还可以玩水，还可以玩去玩水。还是想来的意思是今年还是明年？明年二月吧。那就是提早。你什么时候考完吧？什么时候考完？你今年好像五月要考。对，我就是因为，我就是本来其实樱花赏完四月我就可以回去了，但是姐就说考完再说。对啊，因为回来。杰如果想要那个，哎呀，他会等下借口一堆，跟他没关系，只是说杰如果想要找我，他就不会盯着他了啦。只是，但是他现在好像都去补习班，老师盯，因为他在那个补习班数学挺好的，然后老师觉得他应该是可以的，就要去盯他，帮他盯。听起来很可怕、欸，什么九十天？90天要考试了啊！我看现在是五月，就是我的护照，考高中哦，就是我的护照要到期的时候。考高中哦，对啊。所以你现在是决心，所以是要什么时候考试？2月20号啊，明天是不是？听说明天开始。可以去预约护照申请。为什么要明天开放？明天开放可能是系统开放，但是我不知道可以约多久以后。嗯、啊，明天早上一起来就来按按看。对啊。哦，这个。对啊。血已经很暖了吗？那个人在微妙的取得平衡。你还想要滑一次这个吗？不想就直接过去啊。其实你往右边切过去的下半部也是鸭血道。对啊，所以就可以啊，所以就不要。所以要知道有变得多不平，去那边就知道了。不一样，这个又宽又大。好、啊，那就是这个。我看往下看，你现在往正下方看。还可以。算啊。有些面条，有些没有。算啊，算啊，过去吧。我为什么时间要记得吃一下燕麦片？燕麦片。我那带在身上是要在学堂吃，回去回家还有另外一种要吃。回家要吃有蜂糖的，然后现在带在身上是吃没有蜂糖的原味的，一直很担心我吃不完。因为我觉得日光的那个真的，日光买两包，一包还在家里，因为它从2月28我就想说，我们去喝饮料吃燕麦吧。他那里没有写近代外食，但是我觉得不太好。虽然我们隔壁的人也在吃，他就没有写，因为他不是来营业的。那怎么会不太好？哦，他要是有卖，他就会贴一个；或者有卖就不好，就没有。好吧，那水又什么时候？这你今天不会吃鲷鱼烧了？哦，你主打鲷鱼烧，那那也没有啦。那就吃鲷鱼烧的时候吃燕麦饭。对啊，吃鲷鱼烧的时候吃燕麦饭，有点抵触。
没有跳。我觉得跳。
那就泡面早餐吃，晚餐都吃不完带回家也可以。对，那、啊、晚餐就是就只有两家的牛肉饭。对啊。晚餐一直吃的话，应该是一天吃4000块，而且有昨天的一份没用到。
对 ，not that difficult。不是啊，我现在是不知道这路是要怎么走。直直走下去就是了。是啊。直直走下去会碰到那个绿线，然后就是会看，就继续往下走，还是同一条。这里我们下得去吗？我们没有要下，我们下也不是今天下。啊，是啊。那不会有点在下吗？对，但是他们在吃的都是树根诶，树皮耶，下面的芽根皮，芽皮啊，什么？这个人是小机车。对啊，他开超慢，我不知道怎么他可以开超慢。就是馒头有点短的，
就下去啦、啊。我是想说比较这边一点，看是不是比较没有人，这边确实比较没有。哦，我想到你干嘛切那么过来？就是那边多，这边少。来，我来抢平他们。不行哎、欸，不行，我不行。那我们就走那条，我们之前就说那些人是从哪里来的局限的，哼，缆车房的局限，哼。第一次站在这里往那边看，哼，下半部感觉比较倒。我说那条线以后是？对啊，看不到后面，表示后面比较陡。那里的馒头可能比较小。你不觉得吗？只是觉得很乱而已。好像还好呢。好像往右切一次。這個用完了，这里不倒。嗯，还好。要下去了吗？嗯，可以啊。但我还是想慢慢下呢。嗯，我还是想慢慢下。你要这里当然要慢慢下啊。哦，这里可能有一些，那里左边有一个馒头，有没有？嗯，前面一个坑呢、啊？哪里有一个坑？正你的正前方大约八公尺，对准那个树的那里是不是？那里没有，正下面有一个。真的吗？有啊。嗯。你先啊，你比较快，我比较慢。没有，没差，我就是用这个速度走。鞋子好像太松了，在里面一直跳。哎，从下面看好像就是没什么。
但是被人家弄出了馒头就有点累。你说过小桥走路旁边的路？对啊，现在轮到我们走那条路了。你先走。你觉得，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？
下这一条，但是没有走过这一段这一块。那有路、啊。Nature Terrain。我们刚是 Silky Way 吗？我们刚滑的是 North Star。嗯。就是这条，我们现在下去接了绿线之后，就下去的黑线。对。然后上一次是那个。嗯。当然是说，这条是新的吗？好宽哦、啊，那就去啊。然后这个旁边这个下来没有滑过。好、啊，好好看、啊。嗯，而且我现在注意到这里有一些。那里竟然有个咖啡耶，有吗？哪里？那中间。那就是被你说不好好经营的那家。哦，那家哦。对啊。是它旁边。那绿线最后也是回来了，这是接的地方，接的最前面。好，交梯位。Nature Terrain。然后那些特别好玩，我们就可以去这边看看。超级。对啊，以前我们过来是走这条。嗯。Road to Gondola。嗯。啊、这两条以前我不知道有没有。有啦。以前就有吗？应该有吧。不知道。
里呀、啊？分叉一小段吗？在那两个柱子的右边。啊，这么小段哦？对啊。好大哦，那是哪一条？是这个、哦？就这个、啊。哦。左半有压，右半没压，但是现在左半也没有很好滑。我来这边试试看。但是真的很跳哎、欸。都不好滑。都不好。哎、欸。那是缆车线、啊。很松，我也觉得我整个鞋子超松的，里面都在动。就那条直直的路。哦，走啊。东极 Natural Terrain。Terrain。上去，对啊，你看，中等，几乎到能站得
山。真的、啊，我滑到旁边的时候，就是这里雪突然变成。风用，风用的路口。
往前走还可以。很大呢，那面很大。高度以上维护。好了，下面的水还在里面，跟昨天洞差不多大。咦，那是小动物吗？他们要来了。那是什么？小很小哎、欸。只有去跟回不见了。那里有。我从这边第一次看到的足迹。看到了。这块森林不好，有动物自己留着。但我觉得没有路，这距离很短，脚很小。兔子勒我。这里都有，都有。很多。喝水附近超级多。会不会是因为今天雪没有很大？这个脚有比较远吗？这个脚比较远，因为这里就有人滑过的习惯。这里有，我认为是雪大不大的差别。接近雪场也有，他又走出来，他穿越过雪场。今日是风蛮小的一天，预报说7到14。你看有痕迹耶，怎么有快要很浅馒头的痕迹？有啊，也是有人滑出馒头。还早，还没有要休息呢。那有几分呢、啊？几点几分？你在等休息，好像大概才一点吧？会不会？滑个大概三次就，或四次就2点，可以喝饮料了。可能一点花20。大概也只花2、3次啊。这个就是觉得自己很厉害的，但是扭来扭去。也不必啦，其实他的这个要诀有点像我们地的脚爪，所以那样子到底是对还是不对，我也不大清楚。对。穿越馒头吧。他应该也觉得很困扰。哦。接触到其他学生。嗯。Thank you.
的，实在是这里有一个门，感觉是有二个门都要过去。穿个那个衣服，人家会来质疑他。对啊，是明眼人都知道，但是不知道。
前还会有一个疑虑，就是他到底要什么签进来？哦，之前那种打黑工的话，就是只要签三个月，就是而且那种有些就是跟着，有些是跟着学生一起来，像灯塔好像每次都是跟学生一起来，这样进进出出不算赚钱。脚会分开耶，
包马桶。你干嘛包的跟那个一样？哦，好好，因为它运送太冷了。对啊，怕会冷。看吗？大概会这里进去，出来又再去那里。嗯？怎么这样子？我以为要左转呢、欸。哎呦呀！很难呢、欸，猫猫。哦，这边是比较宽大的。嗯，但是刚刚里面我也吓得吓得快死，赶快左转，我要减速，所以换个方向转弯这样。那要下去吗？你只好下去了。